诸位同学，请接着看第八句：世界海借住。这一句，清凉大师跟我们讲，世界存在的时间长短。这个是显而易见。我们现在用天文望远镜观察太空当中的星球，有些星球存在的时间长，有些星球存在的时间短。这个存在时间长短，各个不相同啊。这个叫借住，借是佛法里面时间的代名词，是一个很大的数目。佛法里面有说的大劫、中劫、小劫，讲这个长时间呢，是要论劫数说的，那用年月日那就太麻烦了，太琐碎了。劫的数量，在佛经里面，我们要知道佛说法的意趣，都是形容很长很长的时间。不是说一个定数。现在很多人呢执着，一定执着一个数量。你执着数量，佛也有方便说法，说法有种种啊，不是一个说法了。比如我们在讲习里头常常用的，小劫，这小劫怎么算法呢？佛说人的寿命最短10岁。这是讲啊，大多数人，我们今天讲啊，平均年龄，那这个世界很不好啊，人的寿命很短暂，寿命只有10岁，两三岁呀，这个人就成熟了。就结婚生子了，到8、9岁也就是老头子了。从10岁，每100年，就是每过100年，现在讲一个世纪，加1岁，平均年龄加1岁。这样100年加1岁，100年加1岁，加到84000岁，这是人寿最长的。到84000岁就不能再加了，要往下减了。再过100年呢，减1岁，过100年又减1岁，减到10岁。这样一增一减，一个小节。20个小节是一个中节，4个中节是一个大节。
你要执着数目字，那佛就给你这个说法。啊，哪些人执着呢？小乘全教执着，大乘尤其是圆教，他不会执着。他为什么不执着呢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长短不二啊。他执着这些干什么？他心地清净，没有妄想分别执着。啊，所以念皆圆融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所有一切现象，无不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发生的。妄想执着是虚妄的，能发生的这个体是虚妄的，所发生的事相哪里会有真实的呢？人明白这个道理，万缘放下了，啊，身心就得大自在了，才能够入佛解脱的境界。否则的话，你是样样事情斤斤计较，那你是要到哪一劫，你才能入得了佛境界？所以，这些现象之有，全是幻有啊，因缘生法。《中观论》里头说，因缘所生法了，无说即是空。啊，《金刚般若经》上讲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这是真实相啊！觉悟的人，在这个现象里面，积功累德，断卧修禅，觉悟的人。迷惑的人呢，念念想占有，名闻利养五欲六尘，他放不下，他累积罪业，累积功德的。脱离轮回了，多半住四圣法界，造作重业的，就变现出六道轮回。在这个里头，舍身受身，循环流转啊！干这个事情啊，要变现这个现象，所有这些现象，总的来说都是从心想生，这个心想就是妄想分别之处，立妄想分别执着，一真法界就现前了。那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的境界，这个里头没有借助啊，讲借助方便说对凡夫的妄想、分别、执着还没有放下的人，对他讲。
一境放下的人没得说了，念头尚且不生，还有什么言说呢？啊，所以，但是在我们现前，烦恼习气没有断，啊，我们概念当中，确确实实有时间的概念，有空间的概念。白话明门论里面讲的十分方分，是抽象的概念，不相应刑法了。这个概念里面似乎是有，实际上没有。不但体没有，现象也是虚幻的。细心的人能观察得出来。再看下面第九句：世界海皆。转变差别，这一句里头有三桩事情。前一句着重在住，就是这个星球、这个星系，我们今天讲它存在的时间长短。讲它存在的时间长短。第九句里头这个"皆"呢，就是存在时间长短里面呢，重要的是底下两桩事情，一个是转变，一个是差别。清凉大师在这一句里面跟我们注解的很好。随业改变要知道，不是一成不变的。世界也是刹那刹那在变动的，它改变的幅度很小，我们没有办法觉察得出来。它改变的幅度很大，我们就见出来这一句重要啊，就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讲的“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”。凡夫修佛，如果这个心思很细密，很文静。很真诚。你在经教里就能够做到随文入观了。从什么地方观察到转变差别的现象呢？从自己。抽象，一年比一年老了，
这不就变化吗？这不就有差别吗？一年比一年老了，容易就差；一月比一月老了，一天比一天老了，不容易觉察到啊！啊，人从小到老，不是刹那之间变化的，实实在在是什么？一秒一秒钟在变化，每一秒都不一样后一秒钟，这个形象绝对不是前一秒钟的现象。啊，这个话，现在一些同学们常常听我讲经，不难懂啊。我说的很多啊，这叫在佛法总的叫呢无常。我曾经在讲席里头说过，啊，人有一桩事情，勇猛精进，一点懈怠都没有，那就是从出生向坟墓这个目标精进不懈。你不能停个几秒钟啊！啊，像衰老精进啊，什么人觉悟到这种事情？跟诸位说，释迦牟尼佛当年觉悟到了。啊，他做太子的时候，到外面去游玩。见到这个外面呢，看到这个生老病死，他觉悟了。觉悟之后，表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形态呢？王位舍弃了，不想继承王位；荣华富贵舍弃了，妻子儿女舍弃了。去修道去了，啊，觉悟就是修道才能解决这些问题，啊，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，做过往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啊，荣华富贵解决不了这问题。真觉悟了，我们现在学佛，还要争着争名逐利，啊，争权势、争地位，没有想到本是释迦牟尼佛。修行怎么会成功呢？啊，谚语里面讲的“地狱门前僧道多”，不是假话吗？原因到底在哪里？我们在迷，没有在觉。啊，虽然学佛，虽然出家。啊，虽然搞弘扬佛法搞了很多年了，细心的反省检点，就发现了自己依然是觉而这个迷而不觉啊，依然是邪而不正，然而不净。
那自己心里就有数了。我将那食粮到哪里去了？还是搞三途六途？有什么了不起吗？有什么意思吗？经论上常常讲啊，真正是大丈夫。这个大丈夫也就是大英雄的意思。在这一生当中，聊生死出三界啊，不再造轮回业，不造轮回业，首先要把轮回心断掉。什么是轮回心？妄想、分别、执着是轮回心。妄想、分别、执着不断，你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。啊，你这一生肯定空过了。啊，放下，现在就要放下。哪一天放下，你哪一天就成就。你哪一天开悟了，你哪一天就证果了。啊，所以你要问你什么时候成就，不要问别人，别人怎么会知道？问自己呀。圣凡就在一念之间。一念觉，凡夫成圣。啊，一念不觉，凡夫永远堕落。总而言之，不知道世间呢是梦幻泡影，不知道这个。读经太少，啊，这个太少，时间太少。佛法讯息的力量啊，非常微弱，不起作用。啊，如果天天不读经，天天不听教，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学佛拜佛，烧香，种一点福报，啊，种一点善根，起心动念，求福不求慧求升官发财。求保住自己的利益了，这个念头叫妄想，这个行为叫分别执着。你怎么能够解脱？啊，你怎么能够入佛门？说真话了，皈依没有佛门呐？为什么你没有皈？啊，出家也没有入佛门呐？啊，为什么呢？皈依没做到。啊，这三条你做到没有？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。你没做到啊！啊，三皈要怎样做到？皈依佛，
天天不离开佛陀教诲，念念记住佛陀教诲，时时落实佛陀教诲，这真就皈佛了。把自己的成见啊、妄想习气通通放下，佛教给我们怎么做，我们就照做。啊，佛教我们孝养父母，我们一定要做到；佛教我们奉事师长，我也一定要做到；佛教我慈心不杀，啊，我连伤害众生的念头都要断掉。啊，不能让众生因我而生烦恼。修十善业，条条要落实啊。你这才叫做皈依佛了。啊，在经论当中学习正知正见，那就皈依法了。啊，经天天念，念了没用处啊。有口无心有什么用啊？念要懂得里头的意思。要把这个意思变成自己的思想行为，你真的皈依了。啊，皈生生两个意思，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，这对自己。啊，对大众，六合净呐。啊，六合净是僧团里头基本的戒条啊，见佛同解怎么修呢？把自己的想法、看法统统放下，每一个人都放下，那就同解了，都没有意见了，天下太平了。我有我的看法，我有我的想法，你有你的看法。你有你的想法，个个不相同。这个见解怎么能活啊？佛最高明的地方，最令人佩服的地方，就是这一条。佛不是说你们想的错了，你们看的错了，啊，通通依我的。佛不是这个说法。佛说是，我们通通把一切想法、看法，通通都放下。不就活了吗？我看到经典里头这个说法，佩服得五体投地呀！于是我要怎么学呢？跟一切众生交往，我没有意思，我没有意见。我没有想法，没有看我随顺你们的想法，你们的看法，随喜功德啊！你们的想法有善有恶，我很清楚、很明了，我随顺你们善，我不随顺你们恶。啊，我在随顺里面就含有教学的、教化的意思在里头了。我不说一句话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教化众生啊！啊，用身体的语言来教啊。身教啊，你看我的做法，你看我怎么生活，看我怎么样处事待人接物，看我如何对一切众生教化，你从这里仔细观察，你就明了了。怎样观察？
能够看得很清楚、很明了、很真实，没有看错呢？你自己不能有妄想分别执着。如果夹杂妄想分别执着，你就看了，看错了。看错之后，你就想错了。啊，不但对个人呐，对佛、对菩萨，你都会看错，你都会想错。你没有看到事实真相，你歪曲了事实真相。歪曲事实真相，与佛菩萨一点损伤都没有。自己可造作了罪业，自己要负因果责任。所以佛法越说越细密。细密到无法想象，不可思议。所以清凉大师一句话给我们解答了：随业改变。这一句是真理。好的地方改，还是往不好的地方改，都在自己的行业。自己修集善业，你就往善处改了；你要是造作恶业，你就往恶的地方改了。哪有一定呢？那么由此，你就应当觉悟啊！我一个人的一生当中，无论是哪一方面的际遇、吉凶祸福，自己要负责任，与外缘决定不相干，凡夫很可怜呐。他不知道这个真正的意义，他总是怨天尤人，所以他的路啊是走下坡。每一况愈下。一事不如一事，为什么呢？自己没错，全是别人错。菩萨不如是，菩萨全是自己错，别人没有错。他往上升了，为什么呢？天天反省，天天改过，天天自新。他做这个转变，佛给我们讲，根本烦恼六个，贪心、贪吝、愚痴、嗔恚。傲慢，这个习气
你自己不知道。养成习惯，别人批评你，或是当面，或是背面，啊，批评你，你不服啊，啊，你说别人回谤你，你怎么会有成就呢？儒家的君子，佛法里面的菩萨，这个菩萨是指我们自己。我们学佛，无论在家出家，受了三皈五戒，受了菩萨戒，你就是菩萨了。你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菩萨，你不可以做个有名无实的菩萨，那个没有用处啊！名副其实的菩萨，是我们。你是无戒，无戒你有没有天天去温习一遍？你是菩萨戒，菩萨戒本呢？古人是定半月半月诵戒，怕你忘掉啊。古人呢，还有半个月的能力。我这上一这一堂课啊，我还能够维持半个月。半个月以后怕忘掉，再温习一遍。现在的人说老实话，3天都不行啊。不但3天都不行，真的是可怜，3个小时都不行。啊，你们看看我们在此地上课，啊，上课这是连续2个小时啊，啊，很安静的在听讲，很像那么回事情啊。讲完了，出了讲堂的门口了，心就变了，还是反复心，还是妄想分别执着。学的这个东西没用处啊！学世间法很明显，增长贪嗔痴慢；学佛法不得利益。啊，没有增长戒定慧。也没有减少贪嗔痴慢，这就是所谓功夫不得力了。啊，为什么功夫不得力呢？没有觉悟啊！啊，三皈依的头一条没做到，有名无实啊。这怎么能成就呢？啊，所以要想成就，就要认真放下自己的烦恼习气。我们一般人讲的成见，放下自己的想法看法。
啊，要非常认真努力，啊，汲取经典上的教训，我们采取佛的看法、想法。啊，这个地方一定要知道，我不是被释迦牟尼佛牵着鼻子走。因为如果有人说，哦，你放下自己的想法看法，去听释迦牟尼佛的，你不是好汉，被人牵着鼻子。你一听这个话也蛮有道理啊。啊，于是不学佛了。你错了。经典里面的想法看法，自信本来是这样的，所以随顺佛陀的教诲是随顺自信本具的性德，不是随顺别人。释迦牟尼佛如果还有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那我是随顺他，我是被人牵着鼻子走。释迦牟尼佛没有妄想分别之处，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，性德流露啊！我们现在这个智慧没有开啊，性德没有流露啊，他性德开了，性德流露了。我随顺他，就是随顺自己的性德。你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这个真相。你跟佛走，这个一切依靠经教，你的信心坚定，你的信心清净。前面讲，第一个是尽信，第二个是坚固信，后面接着你看，清净善知识，得佛力加持，你就是华严会上的当机者了。啊，你还有怀疑，还有顾虑，你怎么能入佛道？入佛道是在讲，就是宗门里面所说的明心见性。你有疑惑，有顾虑，你不可能明心见性的。为什么会有疑惑顾虑呢？是因为你没有放下。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没放下，通通都放下了，还有什么疑惑呢？还有什么顾虑？所以祖师大德常常挂在口头上啊，我们叫它做口头禅呐。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入华严境界啊！堕华严境，入华严境界；堕法华经，入法华境界；堕无量寿经，入弥陀境界。你的障碍在哪里？你知道吗？放不下。有人说：“哎，我一切都放下了，为什么还不觉悟呢？”你一切都放下，没有放下吗？那个一切都放下，也要放下。这个意思比较深呐。你想想，他说这句话，
你细心去观察，我一切都放下了，我没有放下，还有我在啊！啊，有我相就有人相啊，有人相就有众生相，就有寿者相，四相具足，你放下了什么？真的放下了，疑惑断了。忧虑断，啊，我们一般讲怀疑、顾虑一扫而空啊，那是一个真正放下人。真正放下人的时候，一念不生的，一念不生是真心现前，啊，妄心没有了。真心现前啊，真心历练啊，真心其用就是智慧。啊，真心其用就是万德万能。真心其用啊，就是无量相好啊！自受用，一切具足，大圆满，大解脱，大自在啊！自受用啊，他受用呢？随众生心应所之量，一切众生不一样，众生烦恼轻的，他跟这个善知识接触，他得的受用多。烦恼重的，他得的受用少，啊，这个道理非常明显啊，我们同学，这是我们亲身经历，我们跟李老师学，这是有个小班呢，20几个人。我们跟一个老师，听一个老师教诲，个人所得的不一样，不就这个道理吗？啊，每个人成就的不一样，个人所得的不一样，原因在哪里呢？每一个人对老师。真诚的心不一样。印光大师说得好：“一分诚敬，得一分利益；十分诚敬，得十分利益。学生对老师诚敬的心不一样，哎，在老师那里得到的利益不一样，这么个道理啊。”那么个人成就不一样呢？那又是什么原因呢？是接受老师教诲呀，奉行的比例不一样。啊，有人的老师的教这个教诲，100%的顺从，他的成绩就非常显著了。有人听老师的教诲，他还有疑惑，还有忧虑，不能完全落实，啊，落实个2分3分，那他的力成就就2分3分了。这不是老师边上事情，这是我们学生自己本分上的事情。
老师教学一样的平等，我得多少，我做了多少，啊，得的多不做等于零啊。都是一个转变呢，转变里面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毛病，第一重要，你不知道自己毛病，你不能改过自新，你就不会有进步，你就不会有成就。我们看到。许许多多人勤俭善知识，一生没有成就，什么原因呢？不知道自己毛病所在。有眼不会看，有耳不会听，有口不会问，你还会有什么成就呢？诸佛如来来教你，都教不成，都没用处啊！你要会看呐、啊，要会听呐、啊，啊，要会问呐、啊，都向善知识请教。才能够增长学问，才能够帮助你自己修行。自私自利一定要断。我常常跟诸位同学说，我们修道最大的障碍，我把它归纳是六个字。自私自利，名闻利养，五欲六尘，贪嗔痴慢。16个字讲的12桩事情，有一桩，你只要有一桩，你就没有办法入佛门了。形式入佛门，假的；实质入佛门，你只有一样，你就不是佛菩萨真正的学生。这16个字要断尽。我还跟诸位说明，从哪里下手呢？一定要从放弃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控制的念头，这个是自私自利的根。我不想控制一切人，我不想控制一切事，我也不想控制一切物，要把这个念头断掉。彻底断掉，再进一步，一定要断掉对一切人事物占有的念头。诸位要晓得，念头没有，哪里会有行为？这个是做如来弟子的基本条件。这个身，生命住在这个世间，一切随缘，决定没有攀缘的念头，随缘消旧业，更莫造新殃不要跟任何人结怨呐。人家对我不高兴了，赶紧磕头作揖啊，求忏悔啊！
求他指教，改过自新呢，没有一丝毫怨恨。要知道，怨恨的念头虽然再小，会带到来生，会造成冤业，冤业造成是冤冤相报，那个很凄惨啊，那个不是好事啊，决定不可以功高我慢呢，要学谦虚啊。要样样忍让啊！你才有资格做佛的学生啊！所以这个世界海的转变差别，随业改变啊，刹那刹那都是随业改变，没有定法。现在时间到了。